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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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艾莉现在宣布，艾莉把凯莉儿童乐园全都包下来了。今天这里只有艾莉一个人哦，所以我要玩滑梯，还要玩蹦床，还要跟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痛痛快快的玩耍吧！好，去玩喽，去玩喽！呀呀呀！再来玩一下这个，只有三次机会哦。啊！哇！等一下，没有想象中简单呢。慢慢走过去应该行不通，得用超快的速度才行。好丢脸呢，朋友们，你们玩这个能一发就成吗？有这样的人吗？如果有，请在视频下方留言吧，我一定要成功走过去。艾莉，我不放弃，不服输。啊，对呀，这个慢一步就能过去了是吧？那好吧。啊，呀，成功，哈哈，耶，成功。那么艾莉呢？现在要出发去玩蹦床了，哟吼，哟吼，呀呀呀呀！艾莉要表达一下对朋友们的爱意，呀呀，哦，咦，咦，呀，呀，哦。艾莉，你来找一下藏在凯莉儿童乐园里的小伙伴吧。是小艾莉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找到小艾莉啦。不过呢，还有其他朋友。发现小凯莉。你可真厉害呀！小凯莉，你好可爱呀！还有呢？哎呀，那是我们的小可乐呀，可乐！嘿嘿，小露西，别以为藏在这儿我就找不到你。哎，坏了，还是被艾莉发现了呢。嘿嘿，应该找不到我吧？小凯文。我早就知道你藏在那里了，哟吼，连小心的啦也找到了，耶！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凯莉儿童乐园玩哦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到了艾莉回家的时间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我很开心，本来想的是一个人玩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别的伙伴，我觉得更有意思了。果然自己一个人玩就是没有跟朋友一起玩有意思啊。再见再见啊，没玩过不想回家，不想走啊。